了一些他的歌迷而来的，就是小孩子，小孩子现在我们叫宅呀，他是什么宅呢？是古惑宅呀。黄金兄弟呀、啊，本来不是这个星期上的，知道你在演唱会有没有提前上？真的假的？满心劳动，我的痛怒，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，白白以真挚待人。Thank you.